全棉的，嗯，超好穿的。你要不要套一下下啊？它这种外套多少钱？外套，然后去柜台看，你看上哪一件？就来这边这件吗？哦，感觉这件蛮好看的，好看的件，你可以套一下。然后，哎，这件是1480吗？我问一下，你可以先套。你东西喜欢那个，我觉得像这个啊，或者是这一件，我觉得都可以当纪念品。确实，就是当过来玩一下的纪念品。纪念品，对，这个其实这件或者是这一件，看你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你就看完之后再那个。其实我本来想去前面有一个那种文创用品的商店还是纪念品商店买的，结果那个店没有开。哦，这样。对对对，然后就过来书局，发现刚好书局里面有。你住哪里啊？你来台湾住哪里、啊？这两天住在西门町那边。哦，西门町那边的。对对对。的什么？找了一家民宿。哦，民宿那边有民宿哦。有民宿。哦，了解。就搜爱彼迎，好多好多。OK， 好哦。你就看嘛，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看溜达溜达。对，欢迎你，欢迎你。谢谢谢谢。你几年级呀、啊？我马上要上研究生了。哦，那你念什么科系的？教育，教育。欢迎小姐，欢迎你。谢谢谢谢谢谢。好热情，刚刚看到我在这边溜达了一下，就上来推荐了。反正现在打算随便逛一下。哦，这个简称是 NCCU， 1927年就有了，好早。感觉这边绿化环境好好的样子。啊，我找到了这边，它这个，哎，这边好像就是完全能直接走路，然后就能溜达一圈的。因为我刚刚是从哪个地方来着？啊，校友服务中心那边进来。然后现在就已经到中间位置了，好像只走了5分钟都没有吧。看一下，哦，那这个吉英楼就是餐厅和书城了。其实对别的都不是很感兴趣，毕竟现在也是放假期间，大概率是进不去的。要不去吉英楼看一眼，看一下餐厅，虽然不现在不一定开，但看一眼吧。应该得回到刚刚的位置，然后这样走。还好有这个地图，要不然看到吉英楼完全想不到会是什么东西，就真的感觉是开了好多年的样子。而且怎么说呢，比我想象的要小，因为我之前待的马来亚大学，它那个就整个学校都很大很大，从一个院到另一个院我都要靠公交车才能走。对，他这边写的是合作社，然后那边写的是什么饭店，哦，饭堂还是餐厅，完全看不出来这边有饭吃。看一下看一下，纪念品展售，还有纪念品卖的吗？台湾的纪念品会卖什么？好像马大的纪念品就卖一点 T 恤，还有帆布包。现在会开吗？看一眼校友服务中心，我不是校友会卖给我吧？哦，正大名片夹、正大纪念品。哎呦，证件的话会有折扣，那应该是能买的。商品入库中，我们暂时离开一下。啊。他在玻璃上看一眼，他现在应该不在。哦，果然就是这些 T 恤衫、文化衫，但旁边那些什么水杯、茶叶，还有茶叶卖，好厉害！这大学完全就是开放式大学吧？那边穿出去就到外面了。我还在想，那边有个大门，应该是会拦一下的。这一幢楼是那个吗？是我刚刚看到有餐厅的地方吗？搞不懂，但真的看上去好老。看到了影印部，影印部应该就打印店的意思吧。看看6月24号到8月30号是暑假期间，整整放满了2个月啊。那居然是应该是6月中就开始考试了吧，没想到
好有趣，里面还有这个滑板卖，滑板啊，球鞋，做什么运动鞋专用设计，没有想到校园里会卖这些，这是正大体育用品店。广告的话是社团登山队的广告，本店免用统一发票，这什么意思？不用吗？还有眼镜布，那直接能在这边一站式配全了，没想到这太方便了。洗衣布，哦，那这边是台湾的都不叫什么什么店，都叫布吗？讲道理，我一听到这个布就在那边想，什么部门，专门管的部门。蔬菜也有，啊，不是啊，这也太豪华了。台湾人，台湾人吃的真好啊，好幸福啊。即日起到8月30号营业时间只有午餐，那看来我今天感觉是吃不到了。等看一下菜单，好健康的菜单，全都是轻食。你看115元，偷偷的看，115元轻食，换算下来就是人民币，想想20多块钱。20多块钱吃顿健康的，物价算一下好像也还可以。哦，看到了，前面的吉英楼，前面书局还开着，餐厅就不开了。我有点担心啊，因为我后面还想去台大逛一下的，台大的餐厅不会也不开吧？没想到，哦，立文书局。遍布所有大学啊，看一下北部地区，北部地区政治大学、淡江大学、阳明交通大学，嗯，没有在台湾大学放一个吗？去看看，很好奇啊。哎，往上面还是往下面？有告示吗？这是仓库。这个是仓库啊，我走下去会不会掉进去？害怕。应该要往上面吧，走一下看看。只有自己的脚步声，轻微的有点害怕。啊，到了到了到了，不害怕了，现在完全 OK。 女神异闻录夜幕魅影，这边还能张贴游戏广告的吗？哦，好多东西，好多东西，还能爆潜水，好厉害啊！大学东西好丰富。哎，我上大学就没有这种东西，有可能我大学期间就4年大学，3年疫情。看一下书局，哦，书局的布局还蛮一览无余的。前面就是正大纪念品，刚刚那个地方倒是没有看到，也不是，刚刚那个地方倒是不开，现在这个地方就开了。哦，键盘也有卖啊，就是那个，就是普通书局的样子。啊，看一下这什么杯子，茶杯，泡咖啡的。还有学士服的领子卖，员外人也能卖啊，质量摸着还蛮好的。这种买一件要多少钱？嗯，没有标价吗？还真没有，还真的没有。嗯，好奇。有点好奇，他这边衣服多少钱一件？这个是390哎，啊，390，好便宜啊！全棉的，嗯，超好穿的。你要不要套一下下啊？他这种外套多少钱？外套，然后去柜台看，你看上哪一件？
就来这边。这件吗？嗯，感觉这件蛮好看的。好看的件，你可以套一下。然后，哎，这件是1480吗？我问一下。你可以先套，你东西喜欢那个，我觉得像这个啊，或者是这一件，我觉得都可以当纪念品。确实。就是当过来玩一下的纪念品。纪念品，对，这个其实这件或者是这一件，看你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你就看完之后再那个。其实我本来想去前面有一个那种文创用品的商店还是纪念品商店买的，结果那个店没有开。哦，这样。对对对，然后就过来书局，发现刚好书局里面有。你住哪里啊？你来台湾住哪里啊？这两天住在西门町那边。哦，西门町那边。对对对。的什么？找了一家民宿。哦，民宿那边有民宿哦。有民宿。哦，了解。就搜爱彼迎，好多好多。OK， 好哦。你就看嘛，如果有需要，你就溜达溜达。欢迎你，欢迎你。谢谢。你几年级呀？我马上要上研究生了。哦，那你念什么科系的？教育。欢迎你，欢迎你。谢谢。好热情，刚刚看到我在这边溜达了一下，就上来推荐了。T 恤的价格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就如果有纪念品的需求可以买，不过怎么说呢，其实更想要一些书签之类的纪念品。这个店好像就是不卖的，我看看这边是什么。50天搞定。哦，大学来说书就更偏向于高难度一些了，一般来说书店里这边其实会从简到难嘛，就什么50天学会乘法口诀，这边就50天搞定心智多义核心单字。我看名字都觉得很难。考试用书什么？哦，全都是大学必修课了。哎，马来亚大学也就没有这种东西。希望到时候马大里面也能有一个书局。台湾大学生真的好幸福啊。这也太方便了，学生完全就不用出校园，什么都能买到吧。就而且现在是在放暑假期间，要是没有放暑假的话，我觉得东西应该会更多，什么胶带啊、纸贴啊、耳塞也有。而且那边你们看，电脑都能卖，礼物袋也有。哎，这边还有生态笔记，观察的话很舒服啊。看看，东西好多好多，这边大学生好幸福。饮料的家，我买奶茶的话可以放在这里。差不多逛完了。